我们的石老师哈，以前的董事长哈，现在的张会长哈，那教授，还有这个张教授、戴教授，都是我们老师，可能大概基本印象。其实很早以前哈，对不起，我先还有我们的蔡老师、蔡教授，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前辈艺文朋友哈，大家好，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哈，我能够来参加我们杰出校友啊。我们张会长是我们的杰出校友哈，他是我们学校的文化，这个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。然后我们的施老师呢，也是哈，我们龙潭国中，我们的学生在艺文，就在美术比赛方面哈，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，打下很好基础，真的要感谢施老师。所以在这边哈，感谢两位好。那么对于我们龙潭乡艺文的这个推动，还有当然吴教授哈，在这边也是本地人嘛哈。老师的老师哈，那之前跟你们学过，你们大概有几年？对对对，因为你们学生太多了，我先生也是你们学生哈，以前那张老师也是凭着活动的时候学书法，跟你们学过一段时间啊，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当老师哈，上课很忙嘛哈，所以就都没有继续啊，我是中辍生，不好意思哈。那我们蔡学吉老师哈，现在也是来我们学校哈。教我们的老师哈，那其实我是很喜欢艺文的啊，但是我们老师也有很多喜欢艺文。那我觉得之前有学书法的一个会哈，后来就断掉，我觉得非常可惜了哈。那我通过我们社会组长找到我们蔡老师，他鼎力相助来维持来教我们书法哈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哈。那我还快要退休了哈，以后退休的时候我一定哈。我希望我也能够来继续来跟我一样继续努力，对对对对，跟你一样继续努力。当然，我要向大姐姐精神来发光发热哈。好，那在这边呢，预祝哈我们张理事长未来哈这个推动艺文哈真的能够更有成就。祝各位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那以后一定会再跟你们学习，谢谢。